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动力火车站哦。但是现在还有点时间呢，火车还没到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就是要去拉一台车。那因为年底要参加双塔，就想说来去搞一台比较适合长途平路骑乘的车型。而且相当轻快呢，发力点都对了。好热，现在温度应该有超过30度。中午来去大甲补给吃饭好了。不然再往前的话，要推到通宵院里才有人吃了。通宵到了，吃冰吃冰。到头份了，还是那么热。哎呦呦呦呦！现在已经5:10了，会跟前一天的天气温度差太多。Cause when you walk into a room, life gets a little sweeter when I look at you. 很爽。趁时趁车，趁什么时车？快点，再帮我结尾。尿毛卡。嗯，过来这边，我要结尾，是你去骑还是我去骑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今天上课心得。我今天从彰化把新车子拉回来，有没有像我一样，就是大家牵新车都会想要说，哇，好开心哦，牵新车，然后把它从车店牵回来。应该没有人比我车店更远吧？170公里外，170公里的车店，对啊，而且还逆风。今天超难骑的。请问你的时速是1小时20还是？我均速有到25啦，问题是休息休很久，因为真的是太热了。我今天早上我就坐火车坐到彰化，然后去把车牵回来。十点的时候呢，出发，中午就到大甲哦，很快哦。可是后来就开始慢了，为什么你知道？正中午的时候风不见了，开始出太阳，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中秋节那个剩下的那个肉还没烤完，在那边烤，一滴夯一滴夯，然后夯到啊快死掉了。我后来决定说我不要再走那个西滨，因为太热，补给不方便。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什么白沙屯，我就走台一线，爬那个后龙进去后龙那边。哦，那时候爬对不对？那很多。很长的坡，结果呢，上坡的时候太阳很大，然后下坡的时候嘞风很大，我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？
后来我到那个进休息在休息一点的地方，我就进去吃冰。结果进去吃冰，降温，太阳也休息。等我出来开始骑的时候，太阳也出来。哇哦，哇哦。后来回到家里附近的时候，那个天也黑了。我那时候骑到那个什么三下水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就华裔那里啊，新埔那边上来一条路、啊，我就开始摸黑骑。带不带车灯啊？对啊，我可以自己回来啊。真的出门要带车灯，不然超危险的，我自己都快吓死了。然后后来怎么弄？你知道，我把码表绑在座管上面，至少看到哦。萤火虫哦，屁股会发光哦，不要撞过来哦。码表够亮吗？就是在黑暗中，确实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警示作用的。鬼火，萤火虫。结果后来从龙潭回到家里这一段呢，我差点被风吹到变智障，我完全骑不动。那你有经过背心来？风超级大的，有，我就从那边就闪过了，我不想过去。可是呢，今天没有风啊，今天海边没风，然后超热。好啦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讲今天签新车了，就是这台。梅达瑞克多，今年我算比较慢签了，今年是2022年 Team 版的车架。那骑起来感觉呢？我真的觉得蛮好骑的。瑞克多也是空力车型的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我就是跟他好好相处了170公里，他的刚性我觉得蛮强的，反馈很直接啦。但是我的手也超级麻，因为蹬到库拉的时候是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干大事的，用他来干大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要上课啊，那假日啊，上什么课？我假日还要好好认真在家里读书学习。妈咪作证哦，她说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。今天170公里骑程呢，花了8个多小时，然后呢，均速才20几而已，25左右，就是骑的也是干枯贼滑，真的是夯吧。这说嘛，跟我骑车很轻松，因为骑的时候短啊，不然我们下次骑170公里的话，应该我也是更痛苦，痛苦指数加倍。你还要推我？今天把车拉回来了，就是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体感或什么之类，我们之后再聊，好吧 ？OK， 那就这样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他说你的麦是反的，我的麦是反的，反正收得到就好了，没有关系啦。